和中国服装协会一起，将和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一起，秉承服务产业和文明提升这样的宗旨，为加快哈尔滨时装周的建设，凝聚时尚的资源，推动产业的提升，发挥我们的作用。在今年年初，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向全行业发布了到2020年建成纺织强国的一个宏伟的国际计划。 在这个目标里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们将建成科技强国、品牌强国，还有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的强国。那么呢，我们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和中国服装协会将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下，我们想通过哈尔滨时装周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快我们在品牌强国和人才强国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最后呢，我也想预祝哈尔滨时装周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